中秋节这天，亲朋好友收揪，开烤了。川鹅啊，牛小排，油花分布均匀的牛小排、肉片或是花枝、虾子等食材，每一炉都超澎湃。那你今天烤了哪些东西？牛肉、猪肉。还有直播，觉得很好吃。大小朋友吃得好开心，这里是高雄澄清湖烤肉区。在这个环境里面，大自然，然后也不会塞车，就是一家可以趁这个节日，然后团圆，我觉得很棒。因为有时候他小孩在外地读书啊，所以今天特地回来。边烤边吃，还能吸收分多精，难怪整个园区充满欢笑声。而嘉义这边。 颗颗肥美饱满的鲜蚵在火炉上炭烤，接着等到时机成熟，就是送到嘴里品尝食客。嗯，鲜嫩到汁，赞！每一口都能吃到海的味道，让不少饕客们一篮接一篮烤，非常的鲜美多汁。 非常新鲜，吃了第三楼。到目前烤了3篮。连假嘉义东石烤客吃到饱，每一家都高朋满座。还不到中午就客满了，然后我们备货。 也有备三千斤，店家不怕大家吃，早早备好充足食材。如果想买回家烤的，自备保利龙箱来装，每个人一买就是好几箱。一堆的二十斤啊！哦，他们家在哪？没哈？对啊，看到一排车，我们在赶着过来。20几楼吗？500以上的吧？500以上。贵啊吧？应该以20。 20几楼，今年价格的话，人家有卖到70、80、90、100都有。布袋鱼市场这边被挤得水泄不通，业者提高分贝揽客，大家抢赚这波中秋财。中秋节快乐！华视新闻南部综合报道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